众所周知，我国是一个坚定地走在发展中道路上的国家，但是由于我国的开放性以及我国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，使得不少外国游客都纷纷涌入到了我国，甚至有许多西方国家的人还有日本人就扎根在了我国的上海市。因为有很多西方国家游客眼中，可能我国真的是挺发达的，毕竟我国国内的建设很华贵，我国人的生活出行又是极其的方便的。不论是支付宝还是微信等交流软件，西方很多国家都没有，哪怕他们国家经济发达。日本人是如何看待我们中国的呢？也跟西方人一样认为我国很发达吗？前段时间，一位中国记者在日本街头上采访当地人的时候就询问了这个问题，结果答案很惊人，你可能都不敢相信。因为原以为日本人很了解我国，毕竟我国和日本的历史渊源是很深的，而且还都同处在亚洲。但是不少日本人在评价我国的时候这样说，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系国家，肯定是发达国家无疑。而且不少日本人表示自己曾经来过中国，发现中国的建设很美丽，中国的交通也很便利，生活在中国是很幸福的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儿，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，欢迎指正，我们下期再见。